优酷制作的全新男团选秀节目《少年之名》在正式上档前释出小哥哥们的分组宣传片，其中有不少熟悉的面孔。What's up, guys？ 欢迎来到我们的发布会。你们组合什么时候成立的？什么时候解散？官方回答：不会解散。网上传言李希侃和佐叶不能同台，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官方回答：假的。哎，这好像就不对了，这应该是真的吧？我俩是肯定不能再去同台的，一点默契都没有。听说你们是少年之名最强组合。官方回答。林墨金凡展宇智能 Mr. Tiger Bow。用我肩膀扛起未来，林墨金凡展宇正男 Mr. Tiger Bow， 林墨金凡展宇正男 Mr. Tiger Bow， Tiger Tiger 虎虎生风，猛虎下山谁与争锋，猛虎下山谁与争锋，猛虎下山谁与争锋。我平时的爱好呢是玩恐怖游戏，但是我特别恐高，特别恐高。我平时的爱好是玩高空项目，高空项目，但是我特别怕黑。为什么我是这次的优秀少年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热情考核中获得了满分。为什么我被评为优秀少年呢？是因为我在表情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截然不同的两个帅哥组合会更加努力，请多关照。站在我身后这位，跳唱歌可能有丢丢的好听。站在我背后的这位呢，跳舞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好看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风火轮成员好像少了一位呢？嗯，对哦，风火轮，风在哪？我知道。风火轮的风就是屏幕前的你们，一起来成为我们的风，为风火轮助力吧！你没看错，曾在偶像练习生、青春油腻、创造营2019中出现，自带人气光环的选手们也参与了少年之名的录制。另外 CTO 整团六人也都现身其中。I'm 21，我热爱我的创作，还不是专业，别评断。Oh， 为你，为你，为你。也许世界充满谎言，哦，有我的真心不变。冬天也要露脚腕，爱拔蒜，爱白雕，老妹儿你可慢点飘，好帮忙，热心肠，我住东北，我姓王，朋友不多，都在这桌，让我们干了这瓶少年之名的水，要啥啥都有。少年们已经开始这段充满未知挑战的旅程，包括 CTO 的粉丝 CEO 们也给予高度支持和应援，让我们期待少年之名上档后也会激起什么精彩的选秀火花。完全乐综合报道。